对面那个蒸发机到时候他要移到外面去的，我们现在是临时接的。哦，临时接的。对对，后面那个最好是制冷机，到时候他要移到外面去，就这一个他到时候他自己加铜管，然后移到外面去。你放在这个是放在车间里面，它热量很大，声音也大，关键是热量。对对对对对。到时候他自己要接到外面去，主机肯定是有的。